族协和，共荣共存。五族协和，共荣共存。五族协和，共荣共存。这个朋友他听过的尿壶，价值连城呐。五族协和，共荣共存。五族协和，共荣共存。五族协和，共荣共存。共荣共存。自祖奶奶以来，黑匣子岭传代的风格就像闪电一样的犀利。兄弟们汇集的戏院跟和平饭店隔一条街，之后我跟煤球汇入，并设法进入二当家视线。如果确证没有特别的加强武装，我就用你那两颗手雷制造混乱。砰！第一声响，兄弟们出戏院；第二声响，奔至饭店后门，从那里边杀进去。干啥去？是为了阻止你们自杀。哎，你！我们黑瞎子岭从来就不畏手畏脚，因为没有一个怕死的人，所以别跟我急了。表现得好，你的人我也顺带着救了。我去，小杨挺快呀，子弹没上跑呢，又招你。混死了，看住他。是。熊老板。日下部打电话来问我，之前我俩在唐吧里说了些什么，估计是有人看见传小话了吧。不过我关心的是他字里行间的那个意思。王大鼎好像你拿不下来，对吧？有什么指教？指教个屁！拿不下王大鼎的脑袋，你的债就认认真真的还吧。熊老板，电话里你是怎么说的？你知道黑瞎子岭是我的威胁，你想用王大鼎的命来跟我做交易。我熊金斗是个高尚人士，当然不会答应。当然了，他不会相信。但这话既然我说了，一切都跟我没有关系，这就叫话语权。走！哎呀，快走，快走，快走！哎呀妈呀，媳妇儿，媳妇儿，你没事吧，媳妇儿？你干啥玩意儿啊？那个骡子累没拉住我，你怪我了。干啥呢？这什么地方让你们在这拉粪车？咋了？没说不让过呀？没人说呀。快给我打走了，快！让你清清，赶紧的，快点！哎，你干什么去？打水，打水不打水咋清啊？等着。你们快多叫点人，多叫点人拿水桶往外边冲洗一下。喂，你好。你干什么呢？拿艾草去去味儿，不嫌臭啊？快点，快点！王大鼎，你见不见？见不见呢？他屁事儿不让你干，你还爱他？我是个艺术家。你就是个大王八！还有你，知道他贱，你还欲擒故纵，让他帮你搪事儿，你黑不黑呀？我们俩之间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咋想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撬了我爷们儿。我还挨了一大嘴巴子，我还得帮你俩打岔，我冤不冤呢？我那你想咋的？那你我想咋的？你打我大嘴巴子行不行？我说你贱，你真贱呐！我贱什么？我艺术家，我感情一上来脑子你什么艺术家？你这你能耐完了？你还咋了？都磕腿了呗？咋了？哎呀妈！谁家
烧粪呢，太臭了。这是家的味道。哎，你那俩桶都满了，够用吗？哎，够了够了啊，这也弄得差不多了，你们走吧，剩下我自己弄，谢谢啊。拉了个懂行的，没认识我。唐林跟我的人在一起呢。冒烟是我们有传话方式。博取饭店，博人，他们来硬的。前面这俩人是先锋，后边还有大门。莫名其妙，只要唐林跟他们在一起，不可能出这种馊主意的。我妹出的主意。你妹谁啊？黑瞎子岭大当家陆林杰一朵奇葩，他这么任性，估计八成唐林被他捆了。天哪！我们好不容易才脱身，他不能再来捣乱了。你赶快联系他，让他听唐林的，怎么影评会出事儿的。怂就怂，还嘚瑟啥呀？交战就有伤亡，我们犯得着吗？写了啊，没看不看着办，就看这心情。别动，手里什么东西给我拿出来！啊，拿出来！谁呀？你，快点！你擦呀！快点！站起来，双手举高。你过来，东西放下，过来，双手抱头。咋的了？双手举高。他们干啥呀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俩玩的猫腻了，给我进去。啊！啥玩意儿啊！他们被窦文娇逮了，怎么办？听他的能有好吗？你，淡定，淡定，淡定。窦警长跟熊老板的人头交易要是属实，很可能从一开始我们就被骗了。这个屋里的家伙必须把他清除。好，进去。进去。别吓到了。干什么呢你们？李金科长，熊金朵说你不是。为什么要让他们三个回房间呢？你什么意思？怀疑他两个是奸细，用倾倒粪车的方式和陈家颖接头。倾倒粪车？啥玩意儿？谁奸细？奸啥玩意儿戏呀？奸细，我俩奸细啊！你不是你是不是眼瞎呀？你刚才你没瞅见你搁那站了半天你？那人力车突然掉头，那害我没拎住骡子，差点翻车了。你也瞎呀你？你知道那一车粪那老值钱了，现在全都没有，全砸没了。请能出去，大佐，请能出去。我们那粪车老值钱了，不是砸砸，就是一点不值，更没有了。大佐，大佐。试图对外传讯，疑似饭店内的潜藏共党。什么？不是，这位日本大叔，我那滚出去！滚！我爱进来的，不是他拉我进来的呀！他没带没带武器啊？肯定带了。那不搜上了吗？车里呢吗？那不是很容易被搜出来吗？你咋那么怂啊？你不说话行吗？没事了，为什么呢？不到啊。从时间上来看，他们甚至都没有遭到盘问。难道有更重要的发现了？重要的，连他们都顾不上了。
你咋那么怂呢？闭嘴！这辆军车是为押送王大鼎自此待命，司机进行常规检查，却在油箱底部发现了粘着的变形。乔治白他们若要得逞，我们或许各自带人离开，但这些家伙想要恢复自由的目的绝不是为了离境逃跑，所以我认为石原怀疑有潜藏的共党在对外传讯，应属合理。若真是这样，那我们就是在被戏弄，而真正的共党却在若无其事地看着这出戏，等了三场。大佐，我怀疑这是陈家颖的圈套。莫名其妙，整个院子都在宪兵的视线范围内，谁看见他出来？这不代表陈家颖没有协同。再一张，再一张，再一张！被熊老板的人头抵你的债。我想清楚了，这意味着什么？共党竟然用宪兵队的车来传递讯息，那么接收讯息的人又在哪儿呢？宪兵队吗？无耻的混蛋！事情到了这种严重的地步，你还在这混淆视听？乔治白等人的阴谋，实为其事，尚可理喻，而你害他人命，图谋私利，实属下贱。查出这个传讯者，哎，大佐，这个传讯者让陈家颖来查。好了，赶紧烧点水给大当家的洗洗。哎呦我去！跑了，人都跑了，还睡呢？跑哪去了？跑。干啥玩意儿你？啥味儿啊你？掉粪坑里了？别欺负煤球，我跟他一个味儿。告诉我，苦瓜脸，二当家咋会那么信你？麻烦你件事啊，你用这个塞口布把我鼻子塞上，您实在是太臭。别跟我贫，二当家他看我发育，伴我成长，现在居然威胁我说不听你号令就跟我翻脸，你俩到底啥关系啊？我们俩的关系呢，说起来很复杂，简单概括，我们应该算是朋友。哎呀，你太臭了，请你离我远点行吗？你还跟我贫，你还跟我贫。苦瓜脸，你得明白，你现在抢走了我在我哥心目当中的不二位置，所以你给我老老实实的交代，你还有跟我哥在一块儿的那个你的人都啥身份，咋回事，给我详详细细一五一码的说清楚，否则我一定宰了你。什么清楚？都说清楚了吗？都，你不说了，我找他。我找他什么？我都说了，这你怎么这样呢？你咋的？行不行？心疼他了，心疼他了。我心疼我。不行不行，我真的不行。现在我的大脑还没有恢复呢，而且我真的很累。干什么玩意儿？让日差部找别人吧，这事儿我干不了。佳颖，我一直会陪在你身边，帮你思考，帮你分析。你以前讲的每一堂课，我都会要来笔记，仔细的研究。虽然没有天赋，但也懂得皮毛啊。可是我真的很累。佳颖，都是萧狠那些混蛋沆瀣一气。反倒让政治献金的秘密再度现身，正如你所说。
他们一直在推进，而我们却一再错过。家人，我希望你一直都是对的。所以这不仅仅是你的大脑恢复训练，挖出对外传讯的潜藏空档，到那时候，没有人敢对你再有任何的指摘。我需要你的帮助。如果我出现眩晕、眼压高这些症状，你要帮我及时进行头部按压。好。咋的？要肉体接触啊？那这事儿得我来整啊！你不要捣乱，让他来吧。你不是一直很想知道王大鼎为什么对我俯首帖耳吗？今天让你见识一下。科长让陈佳颖来挖出传讯者的用意到底是什么？他是要分析陈佳颖，而不是让陈佳颖分析。查出来就是一条命。如果他还是为了掩护同党，那他每一个毛孔透露着恐惧。他要怎么样的控制才能够坦然地说出那个名字？你懂吗？事实上，野间科长更认同我的观点是正确的，明白吗？若仅是因为仇恨在乎他们，我尚可同情。但是以此做交易太无耻了。我跟你说正事儿呢。我也是。什么意思？我们的友谊结束了？我们从来都没有过友谊。可以随随便便地进入总机室，做个排查还得带个聘导。和平饭店，封锁的还真他妈够宽松的。别着急，等着看，一会儿陈佳颖就会上演因为身体不适而无法做出排查的拙劣表演。啊，对，王大鼎还会配合。我可以把事情的经过按照时间的顺序给你讲述一下。他叫我来重塑调查。司机在被停卡车与返回检修期间有40分钟的离开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先后有饭店经理跟2名后勤人员于事务中经过卡车。停止吧，这里不是传讯人的操作区域，这里离大门的宪兵太近了，不利于操作。卡车在后东道口附近还有过停靠，离宪兵的视线较远。我的判断依据还有，司机一直在驾驶室里，随时需要更换区域。科长，你不是想帮助我分析，你是想分析我，对吗？我说过，这不仅仅是你的思维恢复训练。谢谢你之前的深情。喂，
司机之前把车停放在这儿是为了给水箱加水，之后为了维修一辆摩托车离开了车辆。在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先后有便衣队警上，两名劫工，一名后勤人员，以及三名厨工，在这段时间中经过车辆。还有就是窦警长姚红和陆代玲与此的争论。窦师兄，你逞什么凶？所有的过程都有目击者的事后描述。你觉得是劫工还是厨工或者是后勤人员或者三者都不是？或因离车辆距离较远，或因与所贴便签的位置相悖。是，这可能是窦警长、陆代理、姚红。窦警长可以排除吗？你说呢？你似乎显得有些抗拒，甄别是小红还是陆代玲？别说话。这项排除对你的难度并不是很大。别说话。指标的背面涂有胶水，涂不在指条的顶部。可以做出判断了。你的逼迫让我的大脑恢复如初看来这个和平饭店真是一个鬼魅的地方。谁能想到呢？潜藏的共党竟然是一个专门写艳情小说的烂货。你们还等什么？快去呀！大佐，大佐，也见科长。姚红出门阻止保洁清扫房间时，我正巧经过，闻到里面有烟味，随后查见他是在卫生间焚毁文件。有一些记录，也有结论，和我想的是一样的。姚红利用我的遭遇，还有我泄露的信息，分析出了政治现金的事情。虽然烧掉了很多，但我断定已经有了分析报告了。
本以为我和王大鼎被栽之后，他可以带着报告离境，没想到传讯被发现，只好匆忙分手。对不起，因为姚红和湘志将军的关系，我疏忽了警惕。应该还有另一个版本吧？我认为的真相是，姚红为了帮我跟陈佳颖，故意牺牲自己。猜都能猜到你想这么说，这个能原谅吗？共党王大鼎跟陈佳颖和姚红是好朋友啊，干脆说同党吧。他看出了王大鼎和陈佳颖陷入了所有人都说他俩是共党的泥潭，无法自拔，所以呢，故意的告诉别人啊，是他往外传递的信息，故意暴露自己，以至于让敌人相信，啊，我搞错了，共党另有其人，所以非常高尚的牺牲了自己，换了我跟陈佳颖。王大鼎，你不要先声夺人，以为这样就可以让我们忽略真相。姚红，王大鼎和陈佳颖因为是共产党，所以智慧无双，法力无边，啊。你为什么要牺牲自己去救他呢？你应该很清楚啊，作为同党，多余不？他这么做一点都不多余，是不多余。他会成为让世人铭记的英雄，对吧？拜托，用你的思维反向思考一下，行吗？共党王大鼎和陈佳颖栽了，那作为同伙的他不就被保下来了吗？这跟他牺牲自己保下我们有什么不一样？不管是谁，只要保下一个，政治献金的消息就可以传出去，懂吗，傻货？怎么的？都睡觉好了。我要让我在当众惩罚你，陈女士。我要带走姚红，审讯。我要见湘志静安。你要见湘志将军？从现在开始，我只对湘志静安说话。在他来之前，我不会再张口。你们可以对我做刑讯，不过也可以试试，看看你们有没有本事撬开我这个共产党人的口。那天你拦住了我求死，佳颖，你也勾起了我的好奇。也许我愿意活到现在，就是因为这份好奇。我想知道，你跟王大鼎到底会怎么发展。哼，这是个诙谐的命题吧？但你们的确在创造奇迹，你们腾挪了乾坤。那么，我来一锤定音。王大鼎，你个杂碎，拿命报恩，绝非我的风格，所以不用谢。我只是想要成为传奇中的一部分。我看到你在爱他，我相信。但我希望你能快一点明白，他和他们的那种爱。你是大仙儿啊，他能通灵。你看你五迷三道的，肯定被他摄了魂。姚红的事情我很抱歉，从认识他到现在，我仔细地回想了一下所有的过程，和他走得那么近，应该泄露了一些信息。佳颖，毕竟结果是可喜的，真正潜藏在饭店内的共党被抓获了。藏个共党真的有那么可怕吗？以至于天大的事情都可以被忽略。之前多有得罪。大佐，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你们知道我有多恐惧吗？我被你们已经逼得走投无路了，证据清晰完整，我还是被你们逼得走投无路。被逼无奈，我只好拿着情报去卖给德国人，以祈求他的帮助。为什么？就因为我爱上一个土匪。那个土匪还宣誓效忠我们。美国人写过忠誓书吗？没有吧？你们宁愿相信他，也不相信我。哦，对了，那个该隐说德方机构截获了苏联人的一则密电，说南京方要让他们眼见政治现金的存在。告诉德国人，这个事情跟他们没关系了。被吓到了吧，蠢货！我会让你那么意想不到。花儿，你放过我行不行？我现在真没心情跟你探讨情感的事儿。我知道你当时说的都是真的，那女的就是栽了自己保护你们。哥，原来你嘴上骂我，但心里疼我，说话的腔调那是一样一样的。别人不知道，我心里可清楚。如果我和王大鼎真的被宰了，您会迫不及待地把我带回去，秘密审查。而陷阱部门，由于没有涉谍事件的权限，所以就失去了继续封锁整个酒店的计划。那帮人可就松快了。是，包括潜藏的共党在内，饭店的所有人几乎都盯着政治现金这件事情。或为交易，或为追踪，甚至是抢夺。但是没有谁希望日本人拥有绝对的主控力，不是吗？哪怕是在我们的占领地，这也是企图我们离开这儿的原因，也是现如今最真实的国际关系。虽然我们声称自己是备受景仰的强国，我们走了一个近乎耻辱的过程，但自我安慰地说，结果不算太坏。毕竟，政治现金的交易越来越清晰了。那天在酒会，你异常的表现，我本来应该多加注意的。哼，你一定没有想到，我就是共产党。你以为我是怨毒那个被你强奸、歇斯底里、一心想报复的人？哪曾想，我假装歇斯底里，却惊出了一窝的贼。于是，我弄到了好多的情报，就差一点。是的，就差一点。我就成功了。你们真是一群白蚁，无孔不入啊！曾经有一个我们，不顾安危救下了我，我一心想死，救下了。我忽然懂得，生命有它更高的意义。我也更加明白，为什么我们会在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却生生不息，因为我们无时不刻在点亮光明，而这世界需要光明，它不会永远心甘情愿被黑暗统治着。你说的太对。我们无处不在，
而且我们也终将会点燃所有人，把所有的罪恶都消灭在光明。你说你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你就体谅体谅我们行不行啊？啊，别在小事小非上过不去了。姚红帮了我们，这是舍了命了。你说陈佳颖明知道这结果，还得接受，她心里得多难受？你说，你这个人啊，一到他那儿，啥都能体谅。我这把心窝子都掏给你了，你咋就不能体谅呢？我不知道他疼啊。那我跟日本人玩猫腻儿那会儿，心里还流着血，我还得跟他们装蒜。你咋就不心疼心疼我呢？乔治白急于求成，无非是想掌握主动权，即使他和陈氏兄弟苏联人有什么默契，那也只是不想贴在外面观望而已，除非另有内幕。至于德国人的告密毫无意义，因为政治现金的交易从来没有停止过，一直在推进，交易双方的外部力量也许已经做好了所有的铺垫工作，只要封锁一解除，出去就立刻可以交易了。看来德方机构有互补情报的途径，不考虑合作吗？让他们吃屎去吧，没有他们我照样玩。我和野间科长必须要带走姚红。陈佳颖，他知道的比我多，而我可以撬开他的嘴。打个赌吧，今晚湘志将军将一无所获，因为姚红绝不会因为凌辱而张嘴，只有我可以找到他内心最深处软弱的地方。我曾经是那么的欣赏你。是吗？可你却欺骗，现在你又变得如此的铜墙铁壁，那么是什么才是你最大的脆弱呢？杨文汉。你说什么？哼，和我接触过的女人一定会被查底的。你的文汉，他说你一定会在和平饭店等他，不管多久，因为他让你等。他还拿这个做话题跟他的朋友吹嘘，像这样的傻女人还不止你一个。你放屁！我会带他来见你，还有他的妻子，两岁的儿子。哦，你们分别是在两年前吧，一个雨夜，和平饭店。正是因为你们这些人的愚蠢，你们以为人性有光明，希望落后和愚昧可以被他点亮，你们梦想大同，哈，你们注定了是被人取笑的小丑，终将在我们建立的新秩序下被人们抛弃，被人们毁灭。知道原因吗？就是因为你们那近似愚蠢的浪漫。浪漫你胡说。
同师渡夺线袭击乡镇上的人，虽被砍杀，